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俯瞰的视角是这样，这个是哈麦罗，然后这次有跟他要一根棒子，所以上一次他那个没有融完的可以用棒子先搅。然后这个是玉米粒，玉米粒奶油一样会加进去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吃新吃法，好，今天我换新吃法，所以等一下会加 salt， 就是点盐，然后跟黑胡椒下去吃吃看。然后这个是 whip 打开，咻，那这样打开哦， OK， 手卷打开长这样，里面有一个 cheese 蛋，然后还有一个薯饼，然后底下是有看到吗？一点点的火腿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来加点盐吧。好，玉米的话，我先加盐下去。加盐下去，然后再加胡椒，黑胡椒。好漂亮哦，这个撒完盐巴胡椒就长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就可以直接吃咯，很好吃哦。首先先吃玉米粒给大家看，嗯，哦，那个因为加盐巴的关系啊，有点咸咸的，有点像那个台湾在卖的那种水煮玉米的感觉，很好吃。今天这边有一颗痘痘，然后我的皮肤过敏，现在还是红红的。手卷，它这样包你比较不用沾手。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玉米吗？因为它里面就
有一个薯饼啊。Chicken Hang 在这边，你看到吗？一片火腿在这了。很前面是这样，蛋、鸡肉、火腿，然后薯饼。哦，这边还有一点点那个 cheese，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。这边黄色跟蛋的颜色很像。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，正在吃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，然后你在等餐或者是就是非进食的时候都要戴上口罩。嗯，所以刚刚在等号码的时候我才一直戴口罩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搅拌好的黑壳，麦乐有盖子可以带走。
快不晚了，再带回家慢慢喝。今天有个朋友要坐飞机回台湾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去送他一程。不过他们没有选择吃麦当劳，只有我一个人来吃麦当劳，好可怜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去。看，我现在要去李派出大厅送机。好了，我们 Let's go 吧。这是机场第三航下的麦当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边是量体温跟扫那个身份条码的 QR code 的地方，所以他进去他任何的地方，进去哪一家店或者是哪一个公共场所都要扫 QR code。他现在要轮流管制，所以一个人一个 ID。那旅客的话就是用身份证，然后如果你是新加坡居民 resident 或者是 PR 或者是 long term pass， 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 ID。即使你是 long term pass， 你换了工作了，你还是同一个 ID， 他不会再给你新的一个身份 ID， 所以是这个样子的。机场的 departure 大厅是在二楼，然后我现在这个方向这边有一间咖啡厅，有看到吗？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